你见了皇上，为什么不跪呀？你是皇上。哎，李公公，这个小答应他可是……嘘，这皇家的事啊，别问，也别管。是谁啊？你是皇上还是龙三啊？嘘，我不是皇上，我是龙三。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还给你跪下了？我真的不是皇上，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所以啊，被皇上选作替身了。你是皇上的替身？对啊，我只是皇上的替身。我们这大清啊，虽说入关数十余年，可是根基还未稳，这皇上又还年少，刚刚亲政不久。不管是那些前明余孽，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权臣，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就拿这个鳌拜来说，连顾命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所以啊，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我就说嘛，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你要是皇上的话，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去御膳房偷东西呢？嗯，还跟我结拜兄弟了，是不是？嗯，对对对。所以皇上三日侍寝，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一直戴着面具，就是怕我发现，是不是？对呀、啊。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你在宫里面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我不占班儿，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替皇上一下。那也就是说，你是皇上的替身，那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我身为臣子，当然要效命于皇上了。再说。皇上待我不薄，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嗯，龙小弟，你太可怜了。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皇上对你好，说白了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哼，从古至今，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自私自利，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老大，你就别当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哎。你今儿怎么想起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还说呢，几天都不理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重要的事情？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就怀疑过鳌拜，没想到真的是他。可不是嘛，这个鳌拜勾结内侍，行刺嫔妃，简直是胆大包天，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老大，你是不知道啊，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这朝廷上下、宫中内外全都是他的势力。皇上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也没有抓住他半点把柄。那难道就这么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眼下还不是跟鳌拜翻脸的时候，所以只能当做暂不知情了。这个鳌拜贼心不死，还逼着我哥哥要去刺杀厉贵人。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千万不要听命于鳌拜。皇上已经在暗中想办法铲除鳌拜了，所以要拜托你哥哥多跟鳌拜周旋一段时间了。哎，放心吧，我哥哥啊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他的计划可行吗？会不会很危险啊？老大，这皇上呀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风流好色之徒。他呀虽然年少，但是有勇有谋，也算是一代明君吧。龙小弟啊，你就是天生当奴才的命啊！我说都这个时候了，还替你那个皇上主子说话呢，他能有什么很高明的策划呀？按照我的想法，他呀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关键时刻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知道吗？老大，你就别当着我的面说皇上的不好了，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行，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所以我跟你说话才不避讳。既然你不想让我这样说的话，那以后去捡好听的，假的话跟你说呗。好。
好了，我这气量没那么小，岂会连一个小姑娘的口无遮拦都容不下？我知道，你之所以骂皇上，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对吧？当然了，龙小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亲人，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你听我的啊，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你的皇上、你的主子去卖命。关键时刻，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千万别愚忠，知道吗？好，你就放心吧。我可以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告诉你。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不怕我卖了你啊？在这皇宫里边，除了皇上和太皇太后，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谁让你的心思最为单纯呢？李德福，送欢答应回永和宫。这。没想到康熙如此谨慎，在宫里竟然备下了自己的替身。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第一步是拿到铜匣，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谁是真正的康熙，确保一击成功。这就需要小师妹多想想办法了，查清楚龙三的行踪，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不可能是替身，到时候拿到了铜匣，他再召你侍寝，我们就有机会了。六师父，此计虽然可以暗杀成功，但忽略了倾城师妹的安危，恐非上策。有大师兄的担心，再危险也值得了。这行刺康熙的行动是下一步计划，还早着呢，我们还是现在想一想接下来的行动。康熙居然会派几个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鳌拜，这个计划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更加冒险。不如我把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告诉鳌拜，鳌拜岂会坐以待毙？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无论谁赢谁输，我们都可以坐收渔利。什么？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小侍卫摔跤，想借着摔跤的游戏擒拿老夫。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他已经开始怀疑行刺厉贵人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堂大人，所以加强了对厉贵人的保护，卑职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这康熙少年老成，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更何况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就能拿得下老夫呢？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想让老夫主动上钩，若是老夫先动手，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拿下老夫了。中堂大人思虑周密，卑职佩服。不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大人小心防备为好。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可不是浪得虚名，又怎会怕他那几个只会摔跤的少年呢？更何况老夫在宫中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若是康熙小儿真的敢冒险与老夫翻脸，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皇上，欢答应到了。
一欢，叩见皇上。平身吧。谢皇上。嘿，是你啊，龙小弟。哎呦，你小气的，你给我装什么皇上啊？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不是皇上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哎，皇上啊，那三日侍寝，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而且啊还戴了个面具，但是我可以看他的眼睛啊，他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你的眼神呢，温柔体贴，他不是。皇上看你的眼神，很冷漠疏远吗？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有一种，猎人看猎物的感觉。哎，我也说不清楚，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就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皇帝。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我还真认不出来。哎，对了，你叫我来干嘛？我这次叫你过来呢，是想跟你道个别。道别？你要去哪儿啊？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要去纳欧拜的计划吗？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皇上已经宣召鳌拜单独来御书房觐见，所以我要亲自动手，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和太监们一起去纳鳌拜。什么？你要亲自跟鳌拜动手？鳌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你亲自动手你就死定了。鳌拜一日不出，皇上就无法真正亲政，而且鳌拜手握军权，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鳌拜。但是鳌拜此人呢，自恃武功甚高，性格极为孤傲，他绝对想不到皇上会找几个摔跤手在宫里边要擒拿他，这样出其不意反倒有可能成功。而且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鳌拜喝了以后就会内力尽失。李公公？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您？对啊，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可是那个李公公怎么了？算了算了，没事了。龙小弟，你别那么傻，你别替皇上去卖命，你肯定会死的，你别去了行不行？所以啊，特意让你过来跟你道个别，毕竟我活到这么大，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这一世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是你的结拜兄弟，可是来世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老大，你怎么哭了？我们两个是结拜兄弟，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要是去送死了，就凭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根本救不了你。那如果你死了，那我也得去死啊！我还不想死呢，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呸！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你还说这样的话。这个计划他又不一定会失败，也许就成功了呢。道完别了，你先回永和宫等消息吧。龙小弟，只能这样了吗？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了吗？只有过了这一关，皇上才是一条龙，要不然的话他只是一条虫。那你等我一下。你要干嘛？不许进来啊！我没让你进来，你不许进来。哎，不许进来！老大，你好了没有啊？
你再不出来，鳌拜可就来了。哦，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老大，我进去了啊。老大，你好了没有？老大，你不会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就要以身相许了吧？呸呸呸呸呸！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真是近墨者黑。喏，给你的。这个是金蚕背心，鳌拜给我的，据说可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反正我留着也没用，给你穿吧，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好香啊，老大，这上面还有你的体香和体温呢。你干嘛用那种色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呀？你这样很猥琐，知道吗？你赶紧穿上吧，这之前我贴身穿的，反正我用不上，你穿上以后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那我当然要穿了，要不然你替我穿。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我不想理你了。哎，老大，哎，老大，我是你老大，你是我小弟，所以你得听我的，知道吗？不能死。是，遵命。六师父，康熙擒拿鳌拜的计划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依您看结果会如何？这很难说呀，康熙少年老成，而且又有太皇太后和一帮效忠爱新觉罗的老臣撑腰，而鳌拜又老谋深算，在朝廷中已树大根深，这两虎相争，谁赢谁输还真的挺难预料的。不管是谁赢谁输，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都是有利无弊，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薛姐姐，已婚怎么了？薛姐姐，六师傅，快快点去救人。出什么事了？你要救谁啊？救龙三。龙三怎么了？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擒拿鳌拜，但他自己不敢去，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带那些小侍卫小太监去抓鳌拜，而且他还让李公公在鳌拜喝茶的水里放药。可是李公公是鳌拜的人啊，他肯定把这些计划都告诉鳌拜了。环妹，你犯糊涂了吧？就让康熙跟鳌拜去内斗好了，你急什么？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我不可能着急，可是去的是我的兄弟龙三啊，我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啊？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和那龙三结拜本来就是闹着玩的，你还当真了？朱哥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是认认真真的结拜，怎么是闹着玩？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那太不像话了。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环妹，你对龙三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朱哥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胡思乱想？大师兄，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她对那个龙三一定只是结拜之情。还是学姐姐了解我，没错，我不想欠人情，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易欢，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你是大明郡主，是未来大明太子妃，那你现在的什么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跟这个身份比起来根本就是不值一提，更何况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他为的是他的皇帝主子。可是好，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也就是说如果龙三败了，康熙也就败了，康熙一旦败了，这个鳌拜就会发动政变让他自己当皇上。鳌拜这个人生性残暴，如果他当了皇上了，比康熙更难对付，而且那个时候雪姐姐你怎么办啊？可是我们换个法子，我们协助龙三，帮助了康熙，打败了鳌拜，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康熙的绝对信任，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进宝库去找铜匣了。
才参见皇上。年龄此座。谢皇上。此茶。这王少宝，这些茶都是今年新摘的龙井，是昨个浙江巡抚刚刚送进宫的，你不妨多品一品，看看比之安徽的银毫如何。菜是个粗人，什么茶到了嘴里都是一个味儿。皇上宣召奴才，有何事垂询啊？王少宝，你不妨先看看这些奏折。你笑什么？皇上，奴才笑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大臣们翻来覆去陈词滥调，哎，也没说换一个新的花样。这上面还有许多奏折，你不妨都看看。不必了，想来左右仍不过是些什么擅权自专了，欺君罔上了，结党营私，诛戮大臣，你说这些，哎，全是些子虚乌有之事。侯拜，你皇上，这数十位联名上书的大臣，分明就是在构陷奴才，这是在离间你我的君臣之意，这简直就是对皇上的大不敬，奴才。恳请皇上下旨，让奴才把这些乱臣贼子一一捉拿。你凭什么说这些弹劾你的奏折都是构陷之词？皇上，这些要弹劾奴才的奏折究竟是什么性质？那仅仅是在皇上的一念之间。现在就看皇上是相信要弹劾奴才的这些大臣们，还是要相信奴才了。侯拜，你当着朕的面撕毁奏折，言语无状，在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这奴才的性情一向是如此，皇上忘了，皇上经常夸奴才性情憨厚耿直，怎么到了今天就说奴才是言语无状了呢？奴才自辅政以来，哪天没有要弹劾奴才的奏折？皇上和太皇太后一向是看都不看就直接给了奴才，怎么到了今天皇上就拿这些奏折来斥责奴才了呢？这么看来，不是奴才的眼里没有了皇上，而是皇上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奴才了。到了现在你还在强词夺理，丝毫没有悔改反省之心，真是让朕心寒呢。好了，皇上，你也不必处心积虑地挑奴才的刺儿了，皇上现在无非是翅膀硬了，想独揽大权，嫌奴才碍眼了。还是老话说得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皇上要如何发落奴才就请直言吧。好，老白，朕知你辅佐三朝劳苦功高，朕看你不如安心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吧。皇上真是体恤奴才啊，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
但是皇上，你不要忘了，奴才是先皇遗命的辅政大臣，担负着协助皇上处理朝政的职责。现在皇上身边奸臣环伺，奴才尚未清君侧，又如何敢颐养天年呢？鳌拜，鳌拜！想不到你还是如此执迷不悟，真是有负先皇身啊！你枉费朕的一片苦心。按理说，我们站在康熙这边，得到的利益会更大一些。可是现在我觉得，鳌拜获胜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我们站错了队，那我们将会前功尽弃。那我们再等等吧，看情况，再随机应变。不能再等了，朱哥哥，你都不知道龙三的武功还没有我强呢。鳌拜一只手直接把他掐死了。环美，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然要权衡一下。好，那你们权衡吧，我等不了了，我得去救我的龙小弟了。哎，环美，易欢，易欢对这个龙三有点过于担心了。大师兄，我觉得小师妹说的不无道理，眼下就是一场豪赌，我们把赌注押给康熙，对我们似乎更有利。我等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去救他。哎，太子，我也跟你一起去。不能去。清晨，为什么？你不能去。无论康熙和鳌拜谁胜谁负，你我都不能暴露身份。可是鳌拜号称大清第一勇士，我担心大师兄不是他的对手。你放心，太子自有分寸，如果情形不对，他一定会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玄烨呀，玄烨，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像你这般狂妄无知，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好，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再另立新君吧。岂敢抗旨，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啊。玄烨，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告诉你，在来之前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快起来，是要抓住了鳌拜，官升三级，赏金千两。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吧，送死吧。
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易欢，你疯了吗？你这个月的大补安不想要了吗？义父，对不起了，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你别忘了，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安。我告诉你，一旦毒发，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鳌拜，咱们来做个交易吧。你放了皇上，我也求皇上放了你，怎么样？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没想到你这般幼稚。站住，鳌拜！你已经中了我的七步之道，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你在七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鬼丫头，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就算老夫中了七步刀，也会在七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只可惜，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鳌拜，你果然与众不同啊！别人中了我的七步刀，只能走七步，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厉害！朱哥哥，简青，快，快杀了这个小皇帝，杀了他，杀了他，就是大功一件，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二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快！杀了他，朱哥哥。好，你可别糊涂啊！中堂大人，你忘了，我是易欢的哥哥。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你们这打不完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中堂大人，你又忘了，我是大夫，打不完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老大，
受伤了，怎么流这么多血啊？我不知道，我居然受伤了。哎，你疯了？你撕龙袍是杀头之罪，撕我的。好。哎，等等，皇上，奴才这有手绢儿。好些了吗？嗯。老伴，你别不服气，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有勇无谋，还有眼无珠。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你说他是龙三？嗯。护驾！护驾！这边，快！启禀皇上，情况果然如您所料，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好，擒下鳌拜。这，来人，拿下鳌拜。这，他真是皇上？对，这就是当今皇上。微臣参见皇上。丫头，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中看不中用。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三，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你也不好好想想，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你真的是皇上？三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正要戴着面具？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可是你都没有发现。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皇妹，赶紧下跪。你这个骗子！皇上，不仅敢打朕，还骂朕是骗子无赖。你本来就是骗子，本来就是无赖。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砍吧，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好，你不怕死是吧？那你哥哥呢？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猪九族的？好啊，你先是利用我，现在利用完了对吧？我没有价值了，你就知道欺负我，砍我的头，还要诛我九族，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伤口这么深，你还乱动？你等一下，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还止血干什么？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你是龙三，我是你的老大，那小弟做错事了，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那要你这么说的话，还是朕的错了？没错，就是你的错，谁让你骗我了？不过龙小弟，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你说呢？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朕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还怎么君临天下呀？你还有没有良心啊？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我现在真是后悔了，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八块的。朕要是被大卸八块，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
你还说我被你玩得团团转，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那你不也一样吗？啊，老骗我这个那个的，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啊，那反正你替朕挨了一刀，又给了朕一巴掌，这事扯平了。不过龙小，皇上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毕恭毕敬地叫你皇上了？那当然了，在外人面前朕只能是皇上，你就不能胡闹。只不过私底下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朕会很开心的。是不是疼死了？左董，奴才在。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奴才谢主隆恩。还有你的那些属下，护驾有功，全部每人晋升一级，赏白银千两。谢皇上，奴才遵旨。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去吧。李建清，臣在。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赏黄金百两。皇上，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若是勉强舔居高位，于臣也未见有益。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不求封赏，只求当好一名御医。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很好。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朕也得赏罚分明啊。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准你有急事的时候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多谢皇上。欢答应。奴婢在。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可谓是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出来，朕都会遂你的愿。皇上，奴婢只有两件事想请求皇上。这第一件事，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封你为嫔，让你做一宫之主。皇上误会了，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为什么？因为奴婢的满八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之前为了迷惑鳌拜，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这有什么的？朕早就想过了，找一个八旗的宗亲任你做义女，赏你们李家一个满八旗的身份就是了。其实这跟集旗也没什么关系。最主要的是，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暂时失去了联系，但是婚约还是在的。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你的意思是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推崇信义为先，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希望皇上成全。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那朕也就不强求你了。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这样吧，朕就留你在御书房做朕的笔墨侍书，
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奴婢谢皇上恩典。这个笔墨誓书，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你既不是后宫嫔妃，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十二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这样，丈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赐名永乐斋，暂时拨给你住。谢皇上恩典。那你的第二个要求呢？我第二个要求很简单，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奴婢想进去转一转。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好，朕准你了，准你去宝库逛一逛，顺便挑奖自己喜欢的宝贝，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多谢皇上恩典。史书姑娘，哇，请。哇，公公，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是啊，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史书姑娘，我跟你说，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有数十万件，姑娘喜欢哪一件，告诉我，我来帮你选。嗯，李公公啊，您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这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我在这宫中已经三四十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嗯，这皇上啊，让我来挑宝物啊，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哦，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哎，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只有你我知道，不许告诉第四个人啊。奴才明白，姑娘你放心，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十年了，就一样好处，嘴巴紧，从来不乱讲话。这个好，继续保持啊。好好好，走，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啊，姑娘，嗯，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都在这个册子里面。我们看看这个铜匣。嗯。嗯，这个是铜匣的，你看看，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一共有174件，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李公公啊，这个铜匣呢？姑娘饶命啊，姑娘！什么？铜匣被鳌拜拿走了？嗯，李公公说大概三个月前吧，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哎，朱哥哥，我可听了你的话啊，没有揭穿他。你刚才说什么？三个多月前，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嗯，奸细？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自己比较喜欢就顺手拿走了呢？环美，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皇宫的宝库中有数十万件的珍宝，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那也就是说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那怎么办？眼下之计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找到奸细。雪姐姐说的有道理，之前这康熙啊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所以呢我可以借口找解药亲自搜查鳌府，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环美，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
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他也饶恕了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哎，朱哥哥，哎呦，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我接近康熙，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光复大明的梦想，结果你还怀疑我。对不起，环美，是我想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等我们拿到了铜匣，一起撤出紫禁城，再也不要见康熙了，好吗？嗯。怎么，你不愿意啊？嗯。哎呀，说实话啊，在这皇宫里呢，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随便挑，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你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为了不让你生气，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跟你们一起撤，行了吧？老大，谢谢你。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也没有人想害我。倒是你，虽然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拿着吧，给你了。既然你这么关心朕，那朕可就收下了。嗯。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嗯，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这件金蚕背心呢？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唯恐被人刺杀，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可惜啊，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吊死在了眉山。就跟这个鳌拜一样，曾经权倾天下，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所以啊，这执掌天下之人，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必须以仁德治天下。只有天下太平，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龙小弟，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还真像个皇帝啊。什么叫像个皇帝？朕本来就是个皇帝。嗯，是是是，而且朕会说到做到。哎呀，老大，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可能是那个，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那怎么办啊？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抄鳌拜府了，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哎，不不不，这索大人吧，他去找，他即便看见了，他也不知道哪个是。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我去搜吧。不是，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吃了我哥哥给我治的那个药，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但是可以缓解一下。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嗯，好多了，应该没问题了。行吧，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去鳌拜府查吧。龙小弟，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老大，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还不知足？钱是个好东西嘛，多多益善啊。你呀、啊、真是个小财迷。所以龙小弟，你这话是答应了啊？谢谢龙小弟。这样，等我发了大财以后，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行不行？嗯，好，就这么定了。还不去？师叔姑娘，这都是为你准备的，来来来，尝一尝，应该是不错的啊。经典一下。嗯，好吃。好吃吗？好吃好吃。啊，翡翠石剑，这边。嗯，的确好吃。等一下。啊。表姨夫，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您过目。啊，
这大补丸的解药，府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还是未能找到。这怎么能行呢？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皇上说了，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继续搜。是，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快去。你走。这，赤树姑娘，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您长长眼，过过目。嗯。不用看了，这个不对。不对？嗯。哪里不对啊？啊，赤树姑娘。这个清单啊，肯定不对。嗯。这不对吗？嗯。啊。好。赤树姑娘，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好啊，走。参见大人。行了，走吧，走吧。行，走。索大人，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金银珠宝啊，连在皇宫的宝库里都没见过呀。赤树姑娘，你这眼光挺毒啊，一眼就看出这账目不对啊。实话实说吧，这两箱宝物还真就没入账。咱俩来鳌拜府也不能白辛苦这一趟吧，咱们二一天作五，把这两箱宝物给他分了，这样如何？分了，这不太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啊？这皇上命咱们俩来查抄这鳌拜府，其实就是想赏咱们俩一个发财的机会，这你都不懂啊？那也是，咱就别跟皇上客气了。是啊，那咱跟皇上客气什么呀？啊？那这样，一会儿你找个人啊，帮我把这箱抬到永乐斋去。没问题啊。这个包在我身上，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石叔姑娘，这些账目可对了？嗯。不对。还是不对啊。什么什么不对啊？石叔姑娘，这还有哪儿不对呀？啊。这个。不对，行，你厉害，走，跟我走。哎呀，赤树姑娘，这是我藏的最后一箱的宝物了。啊，没入账的宝物了。哎，这个箱子里也没有。鳌拜到底将铜匣子放到哪儿了？赤树姑娘，这最后一箱宝物，我本来是要留下来，孝敬其他王公大臣的。你想啊。咱俩捞到了这查抄鳌拜府的肥差，这朝里多少眼睛盯着咱俩，咱俩也不能不懂规矩啊，是不是？是啊，索大人，我虽然不是特别懂你们这朝中的复杂关系吧，但是我也知道，这人要懂得分享，不能吃独食，不然啊会招来祸灾的，是不是？是啊，哎呀，赤树姑娘就是聪明伶俐，难怪皇上这么宠爱你。哎，那现在。这账目可对了，这账目是对了，但是我这解药还没找到呢。
对呀、啊，这解药没找着。鳌拜这奸贼实在是狡猾得很呐、啊。这找不着解药，咱俩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啊？索大人，您看这样，您让手下的人呢去审一审鳌府的人，问问这鳌府里面有没有什么密室之类的。对呀、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啊，哎呀，还是诗书姑娘更胜一筹啊。那咱这个先放着，查解药去。走。诗书姑娘，你瞧这个，这个地方机关重重，也不知道藏了多少宝，说不定这大补丸的解药就藏在里面。苏大人，这个机关十分的复杂，我们真的没办法打开啊。废物，一群废物点心，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啊。我告诉你们，再给你们一个时辰，如果你们再打不开，我把你们这没用的手给剁下来。我剁下来知道吗？我知道，我们开开。索大人，消消气啊！我觉得他们打不开，跟您站在这儿也有关系。您想啊，您站在这儿，他们紧张啊，紧张肯定打不开。要不然您看这样行吗？您到外面啊，歇息歇息，喝个茶，我来看着他们。还真说不定啊。嗯。那行，那就麻烦诗书姑娘帮我先盯着点。好嘞。啊，你们听好了啊，一切都听诗书姑娘的安排。是是是是是。诗书姑娘，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是是是啊。我看看。诗书姑娘，这个机关设计得非常巧妙，我等真的无力打开啊。是是是啊。我看看。哎，您请啊。您看看。哎，诗书姑娘，你也会开机关啊？嘘，小声点啊，这事儿不能声张。这个机关我要是开不了的话，你俩手可就保不住了啊。是是，我不说，我不说。我这次要是开不开的话，千万别怨我啊。不会不会，能开开，能开开。您请。哎，您请。天灵灵地灵灵，保佑我一定要开啊。保佑保佑，我怎么保佑。眼下我们已经帮康熙擒获了鳌拜，已取得了他绝对的信任，相信用不了多久，小师妹一定能够拿到铜匣。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这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没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被你们几个月之间就完成了。看来你跟易欢真是我大明的福星，受天之庇佑啊。等找到铜匣，樊师妹和叶师弟再拿到一号金钥匙以后，我们就能取出藏宝图，招兵买马，到了那个时候，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成功一半了。怎么了，义父？有件事情藏在我心里。